Hey guys, I'm Jacqueline. Now let's review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 episode 8. 让我们学习如何表达身体部位。Head, 头，头。头，头，头，摸摸头。我觉得多抬个头，脖子还挺舒服的。其实我们平时老看手机，低着头，多抬一抬头，真的对脖子好。嗯。我在干什么？转动脖子，脖子。脖子，脖子，脖子。亲爱的，我们一会儿要运动，得提前活动一下脖子。好。哎呀，脖子一转有响声，听见了吗？我给你揉一下你的脖子，怎么啦？这是什么？二胳膊。胳膊，胳膊，胳膊。你看那大爷的胳膊，那肌肉多厉害！漂亮，对。哇，这大爷也太牛了，看着都得70多岁了吧？嗯，姐，你看我胳膊怎么样？你这小胳膊该练练。这是什么 ？Chest， 胸，胸。有点疼，胸的感觉不是特别明显。你要用胸部发力。哦，感觉到胸部那块有感觉。活动活动你的胸肌，对，做一下扩胸运动。This is my hand， 手。手，手，手。他们为什么在用手搓脸呀？因为脸上跟手上有很多的穴位，其实人体是很神奇的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哇，那我们快用手多搓一搓吧。好，使劲用手搓一搓。这是什么？收的。肩膀，肩膀，肩膀，肩膀。我自己也活动一下肩膀。嗯。我在干什么？拍拍我的后背，后背。这个得用后背把它转起来。哦，这样是吧？哎，我感觉到了，他在按摩后背，还挺舒服。我在干什么？踢腿，腿。
腿腿腿腿。小麦，我教你一个练腿的好方法，看我啊。哎呀，我也来。哎呀，哎呦，腿好酸啊。哎，那边腿啊，站直不能打弯。哦，好，那我再坚持一下。对，再坚持。身体靠近腿。脚，这是我的脚。脚，脚，脚。左脚，右脚。哎呀，这个脚步太难弄了。啊！你又踩到我的脚了！